对于小女孩来说，最痛苦的是有一个五音不全又爱唱歌的爸爸。犬必备技能就是在羊背上如履平地，高效快速地完成牧羊工作。咦，刚刚什么从我身上跑出去了？好像是一阵风。狗子哥，这羊毛地毯你踩的还舒服不？女主人让狗狗看住火腿肠，狗狗能控制住自己吗？我不看，就不想吃了。可是真的好香啊！不行，我要做一只让主人信任的狗狗。吃吧，主人不会怪你的。主人，快下令让我吃了这个火腿肠。什么情况？连渣都不给我剩一点。完了完了，女主人来了。哎呀，你咋吃了呢？不是这点小破事你就吃，控制不住了啊？谁吃的呀？那我没脸。就是你吃的，你还不承认呢？你就动一会儿就吃了。